上海不帮派嘛，棉麻包文艺生产买了热车啊，别话嘞，第二天热车都乌上嘞。上海不帮商业派子二手车嘛，孙女把男人骗，棉麻也小看不过。南美特地思维嘛，特地孙女买了热车，单位许多人都跑别话嘞。乌兹别克斯坦男人嘛，苦了上海那个傻逼，那也打肩膀没。上海不帮商业派特地思维嘛，棉麻也小看不过。泰顿苏尼梅鲁热沙德马拉耶 SOC 也亚通等个表述开讲，热沙那个班阿阿伊德林塔那个跑边巴嘞，苏班上海不帮上一破泰迪斯维国只有德马拉西金片，热沙德马拉布丁嘞，印度问题就莫里都这样嘛吧，乌克兰不不干嘞，台湾接着讲，美国呢热沙，美国呢丢路查切尼德马拉耶西巴嘞，龙哥呢德林巴卡热沙那个开战队。我就目前没有来个，他们那部电影把他们从舰队送给比事业大木卡西巴一下吧，那那个不帮送一都明白拉拉的西巴嘞。另外那个呢，上海不帮送一破砖八万一，被前克雷卡没提亚贝梅，比格的苏莱纳砖卡，只有那个三亚棉麻单买进五秒单赔个。阿苏西破突然对木哥大要对手比，苏尼把那个片八万六将电表给的苏巴嘞。第二年三亚密码单门片，那套是国家看爱情看下的五秒单片下来，比格的奥古拉什么样？密码那是古没有开的嘛，有点关联下来。那套是这个沙丁地方的，上海不帮送一块嘛？只有瑞士、印度、巴基斯坦那都，阿沙来雷巴那眼里片的，卡扎斯坦、卡吉斯坦、塔吉斯坦、乌兹别克斯坦那眼里来帮我们的。